在直播。嗨。我也在直播。哎，别让我宝宝跑了。嗨。骂谁？骂今天是个胖子。你才是胖子。你已经在直播了吗？我已经开了。啊，已经开了。嗯，你刚刚骂辱骂今天的话都被录进去。我带我宝宝去找妹妹找弟弟了。不行了。他会凶凶吧？不会的，他会凶凶。我生生就生。但是你要让他们熟起来，才不会被凶。你不知道他有多凶。把他抱他不会的。站蹲不下去。我靠！嗨，晚上好。你在骂谁？晚上好。我这个人今天就只能读稿了，我除了读稿我啥也说不来，所以我只能努力的读稿，结果读稿读的我一口气没吸上来，差点哽住。今天多少电啊？今天看一眼啊，今天电量满满，今天是一个电量满满的小金子，有27%的电。因为他们说就因为我不知道他主持要主持什么东西嘛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我就问他问就是我们后台的静姐，然后静姐就说没关系，你就照着读就好了。然后我就照着读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发，但是我今天头发没有做好，我今天都没有怎么，你们看我这个颅顶都没有做起来。我上来的时候也不是说看哽咽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怎么说呢，嗯，对，卷的不太明显，而且我这个头顶都没有做起来，人很失望，对，有点，嗯，对，节目很好，尤其是最后那一下感觉。很那个，三号的 unit 还没排呢，我刚刚也问老师三号有什么 unit， 他说还没排。我觉得我反正现在还没排，我可以去申请一下。你们想看我跳虾吗呀？你们想让看我跳虾吗呀？谢谢肖了个肖送的气球小熊，谢谢你的气球小熊。异同星是 N 队的 unit， 不是插队的，我说的是插队的 unit。 谢谢东京第一兔吹的奶茶。想看我玩游戏啊？那我去申请一番，看能不能让奇静和我一起跳好不好。谢谢踏云的神奇魔方，谢谢。我不会再扎双马尾了，我要搞我的大去当瓜也可以。哎呀，好纠结，两个都想上怎么办？开玩笑了，开玩笑。谢谢董哲猪猪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暖暖。我今天贴了3根假睫毛在眼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但是贴着我以后再也不会贴了，因为贴的我很不舒服。不可能跳两个，所以我只能看他给我安排什么了。好了，他凶了。哎呦，知道了，今天回答了我的问题。好了。这次下，哎，下棋还有刮花之分吗？哦，我没看到，下次我就听到这次下棋当刮。啊，这，谢谢踏云的气球小熊。他是不会拒绝的。哎，进去找你妈妈。门卡、啊、门卡掉下去了。哎呦，我的睫毛。门卡掉地上。我也可以，哎呀，但是我觉得他那下棋的裙子很漂亮。如果我也可以下棋的话，如果还是跟奇静的话，我说不定可以跟他换衣服，虽然位置不换，但是我可以换穿一下那个黑色的罗裙，对吧？可以穿一个黑色的露裙，我也觉得那个裙子很漂亮。
Wins 不换，我不换，我不要录那个，哼，谁要跟你一起玩游戏？我才不要录那个，那个音可尴尬了，录起来。不换不换 ，I don't 换。对，其实自言自说，我那天看他们对公演的时候，我还跟青云介绍一个一个的那个 unit 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个自言自说是非常漂亮的一首 unit，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跳，我都快忘记了。对，才跳了两次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现在还没有排呢。我发现了，就是各位朋友们都是在这个 N 队已经看够了我，就现在在插队，就希望我跳很多东西，对吧？而且我那天，我刚刚还跟老师说，我三号十六人还是泡泡李星宇的位置，对，但是前四首不上，前四首没有位置。然后我跟老师说，我争取上一下那遗忘的国度，因为虽然我只上了两次嘛，还有雪之纪，但是雪之纪我跟老师说我可能要放弃了，然后遗忘的国度我下一场会上，然后老师很开心，因为遗忘的国度怎么不是那个雪之纪怎么说呢？雪之纪对我来说真的怕了这首歌。谢全麦面包送的2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要摆在我房间直播，所以我就跑到粉菜房间直播。遗忘的孤独很好啊，谢谢踏云送的99个插队应援棒。插队。很久已经没有回暗语了，暗语我都忘了。S 队可能不太敢，开玩笑了。为什么怕了？因为词儿也背不住。然后舞蹈我跳得很别扭，然后就很害怕。我点了外卖。也不是动作吧，就是很害怕。对，你们看不到拖把，那你们可能在白白的。哎，这队没叫我。看到不行。为啥不太敢？因为我觉得一他们队不怎么缺人。二我对 S 的印象就是有好多前辈，人家怕怕。所以就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找。不太敢。不允许我的第一怎么了？我的第一次营业在白白的直播间。哦，对呀。我这啥都没有。我也。但是不能把他带过来，因为他会跟今天吵架。三号的嗯是新年见语啊，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？谢谢东北烤地瓜的奶茶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我要穿那个黑色的衣服，应该能射得出去吧？对，射箭位，因为，十五期已经出道了吗？没有吧？新年的监狱，不啊，因为他那个黄色的衣服，他这里也是有一个大袖子，你们知道手眼停息前辈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大袖子没有射出去，因为那个箭出去的时候，那个箭勾到那个大袖子，所以射不出去。但是如果穿黑色的衣服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个大袖子了，它就很好射出去，但是会很害怕，因为会射到那个中间嘛，就很害怕会射到人。目前没有听说，哎，我们队人已经很饱和了，再来点人的话，连公演都上不了呀，对吧？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如果要是我是舞蹈老师的话，应该不会给我们队分，不至于。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几号来着？我忘了是几号。我们下场 N 是几号的公演？谢谢精致女童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啊，三号，啊，那插队也是三号呀。不会吧，不至于吧。我觉得我被我们可爱的小左左坑了。我可以的。但是我们
三号不是倩男儿的生日公演吗？既然是他的生日公演，应该我们就不是很累吧？不，但是倩男的生日公演人还有助演。我觉得我的这个睫毛胶都露出来。哎，加油吧，朋友们，相信自己。对啊，有啊，有助演，大概有两个，不知道有几个了，还没定下来。没关系 ，no problem 呢。大家就注意 focus 我们倩男同学就好了。谢谢精致女童的应援棒，谢谢。你不要叫她子杰，你叫她子杰，我人都觉得很奇怪。你不要叫她子杰。眼睛啊，眼睛没有，就是有点痒痒而已。谢谢向着快乐出发送的应援棒，谢谢。很怪，但是我今天他的这个梗，这个子杰梗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上听懂了。鼓掌。只有我一个人听懂了。对吧？谢谢踏云送给我和子杰的夜蝶，谢谢你送给我们的夜蝶，蛮怪的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妆容很淡？因为我今天化完妆之后，无数的人都问我，你今天的妆为什么这么淡？对，我今天没有贴大钻钻，然后今天的头发也没有做好，哎呀，我的这个假睫毛真的遭不住了。看到，哎呀，这睫毛上面怎么有个亮片啊？口红好看，怎么会提到我的口红？我今天跳花之季的时候，我跳着跳着，我跳到后面，哎呦，这个大钻钻。我今天画了自己的时候，跳着跳着，我跑到后面，我在撕我的嘴皮，你们看看，我跳到后面，尤其是那个大箭头，谢谢光之美少女送的暖暖，谢谢，就是那个，最后大箭奏的时候，就大家退成一圈，然后这样，我真的，咬，咬完之后才反应过来，天哪，这是在台上，哎呀，笑死我了。谢谢阿七只小叉送的99个 N 兔应援棒，谢谢。因为太干了，这个口红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有点太干了。你看它现在就已经有点不着色了，可能因为我在车上又撕了一会儿。谢谢董哲猪猪送的奶茶，谢谢。就今天我相信是没有纸牌的，不然我不敢撕嘴皮。谢谢梭子，谢谢送了五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太干了，就是你到后面的时候，就突然感觉到嘴这边好像有一点起皮，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就是，嗯。没有流血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其实吧，真没有。你确定我主持有天赋吗？我就觉得我被他们，我下台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很尬，他们说啊，你真的是照着念的吗？我说那不然呢？那不然你不就是让我照着念吗？然后我就照着念。我后面是互动了，但是我其实有点想跟大白就是那个冯雨婷对吧，冯雨婷，
我本来想跟他多讲讲话的，但是实在是插不上嘴，因为我觉得他跟王秋如一直在，他们俩就可以聊得很开心，然后我就插不上嘴，因为我对冯允婷印象还是蛮深刻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吗？因为我有一次看 S 队的那个公演，然后他跟那个陆夜慧两个人跳了一首韩舞，然后穿了一个那么高的高跟鞋，啊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歌，然后我就觉得陆夜慧很漂亮，开玩笑开玩笑，因为我觉得就对他们俩印象很深刻，就觉得哇是新人，然后又这么的有氛围，就是表现力也很好，身材也很好，长得也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。然后后来有点印象是在那个 B50 的时候，他们俩不是跳那个触电吗？对，印象还是很深刻的。没有要微信，怎么会要微信？还没有到要微信的程度，就只觉得他们漂亮。然后今天他们今天这个陆冯雨婷不是上我们队公演嘛，但是很可惜没有跟他讲几句话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谢谢 YMO 送的暖暖。没有聊天，因为我们的行程很满。你这个上完你的歌之后，上完前40讲完 MC， 你就要下去换 UNIT 的衣服，然后就准备去跳 UNIT。跳完 UNIT， 你还要就赶紧换那个衣服，然后去讲 MC。我们行程很满的。没有什么空的时间，我都是抽空下去能补补妆，一般都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可以补妆的。然后今天的妆容就非常的服帖，因为没怎么流汗。最后还跳了一首最简单的历史的独白，就没怎么流汗。大头娃娃就是我小金子。昨天是不是昨天吧？是前天吧？因为插队的公演，我觉得还是蛮累的，尤其是第三首歌，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，新航不是新航，叫什么来着？那就是那个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要往的九书篇，逆风起，随风而飘远，对，新目的地。还是蛮累的，跳完这首歌一般人就遭不好了，还有20%的点。20%电量很足，怕什么？对啊，还有20呢，怕什么？还好吧，我一充就把它充满的，但是我现在充电线坏了，我现在充不了电，一会儿关上直播还要去问别人借个充电线才能充个电。哎，好穷酸哦，人怎么会这么穷酸。只有99%的电，哇。谢谢本体是反光板送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要往的九书篇，逆风起，随风而飘远，无拘无边。好难听啊，我不要再唱歌了。我就一个充电线，因为线很贵。而且老弄丢，我忘记点外卖了。忘记了。认真唱也不会唱那个叫什么新目的地的。哎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换公演呀？现在想想觉得。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歌的。那你们说是他们新公演先上呢，还是我们这个
算是过度公演吧，还是我们这个过度公演啊？总选以后这叫快了吗？啊，那我肯定我们啊，那还挺好的呀，我们也算四舍五入也算是一个新公演了，对吧？真是在派对。其实我们以爱之名刚出来的时候，虽然经历了2.0，这个什么3.0这些事情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以爱之名还是很不错的。嗯，啊，没有3.0吗？我怎么感觉点了好几次啊？那以爱之名的 unit 的话，首先我排除了 fair touch。其次，我可能会选猎梦，或者是未接来电。我没有跳腻，你想想，跳了2年，我又2年没跳了呢，你知道吗？这2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。很溜姐打电话，不好意思哦。嗯，我现在可能选不到这首歌的 C 位，我要跳，就跳这首歌的2号位。然后我相信刘杰也是选不到这首歌的 C 位的，所以我们俩是不可能打电话的。但是以爱之名，如果跳以爱之名的话，我都会，所以就简单一点。16人取换 UNI 的这种，应该除了我们 NEW 搞了个猎梦16人以外，我觉得其他应该都成功不了吧，除非我们跳 NEW。今天观自在啊，还好吧？我觉得我们的智商换不了这么美貌的这么漂亮的美貌，对。所以我觉得也不至于 谢谢白胡子吗？这个字念，老爹超级帅，送的应援棒，谢谢。今天的头发不是很漂亮，但是 unit 还是蛮漮亮的，看了一眼。欢自在啊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下周就射箭了，射箭更开心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射箭了，我可能还要去回忆一下，我都快忘记动作是什么样子的了。射箭，我要扎马尾，我也好久没有扎马尾了。期待一下吧。好，我到时候就看看哪个人长得像我的粉丝，我就去射他，好吧？对，最近没有什么特殊公演。这样吧，我往天上射。掉到哪里随缘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感觉好像会砸中的是我自己 算了算了。啊，我的头发已经没有形状了，连这个都不弯了。我原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呢，很精致的，今天不精致。Dangerous，咋了？哈哈哈，Dangerous，哎，我唱歌好难听，我再也不唱歌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有想唱歌的欲望。谢谢月光融铁心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
我后悔了。我今天还跟我们后台的姐姐说，我说啊，皇冠点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的歌声不配，你知道吗？不配。我说什么？我今天还跟静姐说，我不想要那个麦了，能不能给我换成耳返？结果静姐说，谁让你当时选了那个耳麦？因为我那个耳麦就你们不觉得吗？老是飞起来。就是我自从戴上它之后，跳什么歌它都会飞起来，飞到这边啊这边啊这种。因为它没有选那个耳麦。谢谢董哲猪猪送的21个应援棒，谢谢。不，我真不配。我不进行这项业务，好吧。有点后悔，真的有点后悔。因为我以为那个耳麦会很酷，结果戴上之后就感觉就是比大家的耳麦大了一点，其他没有任何的作用，还老飞上去，对吧？后悔了。不点歌啊，不支持，小金不支持这项业务啊。哼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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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我现在给大家唱一首吧，我害怕大家，哎，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是不会的，因为我不配。拉巴拉西欧走过去过家，好吧，听好听吧。巴拉西过去呀，怎么怎么怎么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唱歌水平。谢谢小飞的囚徒送的五个秋天的奶茶。不不不不不不不啦！你我就在那边把这把塞了地球卡，不西加巴椒，罗西不急咋咋咋咋，恰恰恰。好了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我有缘可以唱降落伞的话，我要把它改成我自己独特专属的语言去唱。嗯，就可能是降落伞第一句怎么唱的，歌词儿都记不住。哎呀，因为我觉得河内的歌不适合我，因为河内的歌音调都很高，然后我又是一个低音炮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河内的歌我唱来真的很奇怪，但是河外的歌又不能唱，所以可能就真的唱不了歌了。太高了，你们不觉得河内的歌音调都很高吗？北方飞的气球离开我影子左右，怎么改？是不是的不舍，不觉得不及格的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日文的感觉？那你们是练出来的，因为你们天天在底下喊啦啦这样喊，你们这个有练出来了，我就不行。我不会弹舌。那天苏珊珊在台下炫耀她会弹舌，然后我在那儿弹了半天都弹不出来，就只会弹唇不会弹舌。他真的会弹舌，他真的会。不会，就好难哦。舌头贴住伤，算了，我不想尝试。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自己慢慢尝试，好不好？不然我这个人，现在你们看我的样子应该很诙谐。我在尝试的时候，那天我还在看，我那天在 B 站上面又刷到了我那个错过奇迹的 Focus 嘛，然后我又看起来，然后呢，青云在我旁边说，哎。我也跳过错过奇迹，然后他又给我看了他的错过奇迹，
那个时候他真的好青涩哦，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很青涩。谢谢阿七只小叉送的6个应援棒，谢谢。算了，我自己练啊、哦，不要再教学了，我自己练。真的很青涩，他当时还是大概这么长的头发吧，这么长的头发。对，他一般不是让别人夸他，他是去询问大家啊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然后自己先把自己贬低一番，然后希望大家去反驳他。哎呀，不是的，你这个跳的真的很好。他说，哎呀，没跳好。那个时候你跳好傻子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反驳他，不是的，你很优秀，就这种类似啊、哦。谢谢年月灿烂送的10个应援棒，谢谢伤终将逝去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暖暖。这都是有套路的，基本上就按这个套路来，他就会很开心啊、哦。对，已经完全了解了。哎呀，12点多了，那我一会儿就下播了，朋友们。有点饿，讲真有点饿。一会儿翻牌就过期了，啊，一堆翻牌过期啊！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翻牌了，感觉。谢谢最喜欢阿狸的小可爱了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我每次握手会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，我会请翻牌，我会请翻牌，我一定请翻牌，但是每次都不翻，因为我很怕进入那个界面就会看到有很多。我没有翻的牌，我就会很有负罪感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逃避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就不点进去那个页面。谢谢 GUGUNESBUNY 送奶茶，谢谢。哎呀，5号发工资的时候，我的绿洲 KPI 应该已经完成了吧？今天还没睡，他在舔他的小爪子。完成了吧？我都已经发了好多条了，而且我都不敢分享到微博去，然后也不敢让大家去发现，就自己闷闷。你们知道闷丝是什么意思吗？就自己偷偷的发，啥谁也不说，你们可能都没发现吧，我的绿洲已经更新了很多条，嗯，今晚看，今天晚上就把所有的翻牌都翻掉，但是你们先不要给我发，等我全部翻掉了之后你们再给我发，不然我发不完的。嗯，不要，不要这个样子。让我把它发完，翻完之后，如果我就在房间里说我翻完了，然后你们就再给我发，不然我怕我冷落你们太久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很聪明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我要去翻牌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朋友们。我现在内心很焦灼，我要去翻牌了。拜拜，大家早点睡，每天都12点多睡，就不怕秃头啊，真的是。拜拜，晚安。谢谢懒得起昵称送的3个奶茶，拜拜，晚安。